哦，这直线感觉就对了嘛！哎，扭错，哎，又扭错边，拜拜，感觉不对了，怎么有蚂蚁啊？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！哦，这个就是普通的兵马俑了。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快？ 啊，这接气有点尴尬，没人到气啊！啊，尾流，今天的第一颗尾流，吸到了，这就是尾流的感觉吗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好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副科车会有尾流。 因为他如果有尾流的话，太强了。我说老实一点，太强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车过强，任何一台车它加尾流都会过强，真的实话。哪怕最早出的副科车，什么可能尖峰 PRO 什么的，你给它加一个尾流机制，它都可以变成很强的一台，可以跟时代车抗衡的车。纸箱车加尾流，那是真的没用，<笑>那是真的没用。这台车应该会变成韩服很夯的一台车了。对，这台车是唯一一台有那个尾流的副科车种。这台车又比海博猛吗？嗯，可能海博神比较适合大众开，但上限的话，肯定这台车比海博神高。 360一定要双甩吗？你也可以正常的360啊，只是这样的话会比较慢。比亚迪强。 我自己是觉得这台车的上限比亚迪高一点，会变比赛用车吗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它是一台红框车。所以在 Nexon 自己内部的排名里面，可能这台车是跟阿提等级差不多的，因为阿提也是红框车。干，又要干停。干。哎，我为什么要拉动？我为什么要拉地罩？奇怪，我直接拉动位就好了。 我在想什么？嗯，我把气放掉，没事，还在第一。
这一场不要翻，只要晚一点甩就好了。啊，抱歉，卡掉。好吧，有点小意外。只要听这个副科车的这个 SR 的声音，然后再配上爆尾流的声音，你知道感觉有多奇怪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把它宰掉了，尾流尾流，爆了！野房屋队友，野房屋队友，对，这车毫无疑问是目前副科车最强的，可能不是最好开的，但它肯定是最强的。赛车应该能刷不少记录啊！应该也没几台车比赛车适合跑手指啊。这个车跑这个图就没什么诀窍，就是一直甩就好了。哇，这单兵没出。伤害两票三分，鬼子提速啊，我都撞到上面了。